come and get i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笨猪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反校。对，没错，好像也不传说哈，就丢一个游戏，然后就是我来拍第二集啦。有点恐怖，然后还是觉得轻轨比较恐怖啊，说真的。然后 ，OK， 先等我一下下哦。OK， 没事，那我们直接进去游戏吧。反校，这游戏瞎光线我还是茫茫的，都刚刚还是习惯性把右手放到 ASDW 身上。OK， 我们上次是不是到这里啊？我们再存一次档好了。OK， 存档。OK， 我们就村道王就走吧。好恐怖哦！后面还下着雨吗？先出去门吧。OK OK， 现在我戴着耳机有点恐怖，现在心脏也跳得蛮快。这次没有用背景音，我觉得这东西好像不用用背景音。我们上楼，而且这让我想到，如果我当初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不下楼，直接上楼的话会怎么样？就是不去找方瑞欣，然后直接上楼或者……哎呦，都血迹耶！什么东西啊，大片血迹。我先不要进去啊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教室里很安静。教室里很安静，大家应该都是已经回家。No no no， 我都被你杀掉了吧，小姐。闭着眼睛，闭着眼睛，不要有恐怖的东西出现，拜托。欸 ，OK， 没事。你刚刚怎么看到里面的？这窗帘都拉上嘞。这很恐怖哎！这什么东西？啊？这张桌子只有……这间教室只有这张桌椅，给人一种孤单的感觉。桌子有暗褐色的印子，还有一些刻痕，像文字的图案。光这样看不出所以来。OK， 那应该是要我们去找个东西把它擦掉吧。那我们就从正门出去好了。我还是先等下要用到纸笔的时候，我还是先用一下，写一下，因为好像这……没有，再进去了。可是感觉好像又按到出来，我很紧张哎，不要往我吸啊，拜托，憋气是对有劲。OK， 这里开了、哦。过不去。OK， 所以我们上来其实，所以我们上来三楼不是要去啊？我妈从那边过来哦，那边还有楼梯，我现在才想到。下楼吧，给人一种毛骨悚然。哎呦，符咒呢？会被钉死。是要防止方瑞欣进去吗？我只知道这个是门被钉死。OK。那么被蚕丝锁住，没被蚕丝锁住，可是要攻击，也许可以用到。OK， 我知道，记中，这样写的记中的字，这是为重体的教室。记中为重体，记中，算了，先不要想好，我们，女洗手间，这是要叫我们进来的意思哦。不要，我们先不要看镜子吧，我觉得镜子很恐怖。就这张，好脏啊！到底怎么用的？所以抓一股气，让人们都不想碰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污垢发霉了吗？不一样，这个锁住，没有人在里面的感觉。哦，这里有一个。所以遭受一些暗褐色，不过遭受一些白色的小东西，骰子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骰子？哎呦，还会有骰子哦。OK， 等我一下，我有事将处理，等我一下。OK， 我们回来，然后我再思考一些问题，等我一下，我先用一下我旁边一个东西，等我一下。OK， 骰子是要干嘛的？一颗骰子，一颗表面磨损的骰子，在校内被列为禁品。啊，违禁品，赌博之类的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。我记得这边会有个很恐怖的东西，我们先闭着眼睛吧。一个平常有压力就会厕所静一下的地方，但今天感觉很阴森。水槽上有一个铁锹啊，又要去捡到那个。哦哟，
头好痛，果然气色很差。魏忠杰突然就死了，我也会有生命危险吗？应该是不会有。对不起，你已经死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噩梦吧？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？哇哇哇哇！谁？刚刚那是谁？过来了，哇哇哇哇！等一下，我声音还是挺小大点，因为有时候有些需要死。我们可以进去这里面吗？拜托，我们躲进去可以吗 ？OK。自求多福，他以前不是那个自求多福，到底谁写的？会不会在啊？有他在那里，我们先逃离这里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用大宝。我觉得那边有个东西很危险。有他的声音有点消失了，我们现在用这个东西哦。哦，拜托，这个恐怖游戏，好，对不起，我觉得轻轨比较好看，轻轨可爱多了。嗯，这样子，脚尾饭，诺玉王两主去路，公脚尾饭引来时，屏息擦身速速离。OK， 还有笔记 ，OK。我知道，我记得这里很恐怖，这里有神桌吧？对，先存个档啊！要人命呢、啊，这保健室也有。脚尾放在这里吗？我等下再去用。这什么？这个？哎，这里有一把钥匙。角落一个影子，这是形状。把灯拿起来看看。哇！哦，卫生库应该是那边，我知道是哪里的。OK， 我们先出去。喂，别跟我开玩笑，拜托，先生。我现在看这里好不好？桌上有几张文件，诊断书，看一下好不好？这房间拿到诊断书日期4月24日，姓名黄明昌，年龄17，谁啊？谁王明昌啊？谁是王明昌啊？性别男，症状右肩骨折，碎裂骨折，左肩骨折，上面还有伤者创伤，还会伤成这么严重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好可怜哦！从另外一边反说啊，我知道干嘛了。拿完脚尾饭再来，存档次。天啊，我这次不知道存档多少次。我知道出去一定会遇到王良，只是我们要先。一样先出去啊！快点！钥匙！快点！走！开门啊！开门！人家洗，真的要给他用到好的地方。OK， 快点哦！你真的是开这么多一大堆问题耶哦！紧急用的淋浴洗眼器，水房里好像有什么，又是一颗骰子，两颗骰子，看起来是一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掉到不同处。唉，等一下，有一个刺鼻的气味。这是瓶子，松香水 ，OK。企业通常可以清除油漆啊，我知道去哪里了。
重点是我们出去还会遇到他吗？看起来啊，我知道这里，是从这边开始应该可以进去。哦，呵，没事机。我看我们再去存次档，然后先把再拿一次脚尾饭。OK，OK， 再存档次。哦，要人命的地方啊！OK， 先屏住呼吸。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理他，真的了。OK， 快走，快走！哦，他不会跟来吧？哦，好卡才不像轻轨，他会跟来。你在那边吃你的脚尾饭，不要来理我吧。诶，那间房间是要往上走吗？天哪，哦，你的笑声很难听呢，哦哟，要人命了！我觉得轻轨比较可爱，轻轨，明天应该就会把轻轨结束掉。轻轨比较可爱，快点进去啊！我刚才看到他的人头啊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要人命了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不是这样的啊？为什么这不是要放在这上面啊？这不是这样的哦，妈的，吸出什么脏污啊 ？OK， 我们先出去确定一下。哇，哦，这是用在这里吗？这里还蛮脏的。啊哈，快走！要人命了！等下，那我们那一瓶杜香水要干嘛用的？太棒了，笔记没屁用啊！我们先出去，我们再一次憋气，往下走吧。我们走到一楼去吧。已经拍十几分钟了。我们需要把哪里清干净吗？哦哟，那王脸很烦哎、欸！我知道你长得很像，哇、哦！哦，女主角，如果你会，快点走！我感觉他会越来越接近了。我们先进去。OK， 先离开那里。OK， 我们先来找魏仲廷小朋友。魏仲廷，魏仲廷，你需要喷漆吗？你好像不需要喷漆耶。OK， 我们先出去啊。现在问题就是出在那王娘跟着我们是要怎么去探险呐、啊？希望这一切都是噩梦。OK， 我也希望这一切都是噩梦，好吗，小姐？走那边，我们不认识他，再见。我们是要把这个，来啦，啊，看果然，哎呦，然后这样就可以进去了，不要跟我说，个人呢？哇，怎么有力插在桌子上？什么东西啊？生锈的，但是刀尖还很利的样子。刀片，我们要干嘛？我不记得我们要干嘛。看这是女明星的海报。对，这应该是出去。哎，没有，这里才是出现吗？这里是要去哪里吗？闭着眼睛。哦，哇呢！啊，我想起来，我记得这里有点缺角的袜子。好像被桌子吸住了，拿不起来。仔细看，碗内有许多刮痕，这应该不是在毒是巴拉西巴拉。啊，看来校内有了剧毒，并不是谣传。哎，要筛选子看看吗？不过之前夜市筛选的是巴拉，好像需要三个筛。OK， 那我们要去找到第三个筛子的意思。这是什么？地上的水桶里面有白色的东西，又是一颗橙子啊！就跟你说了嘛，哎，果然
最苦臭的小盘鸡，比较看会想吐。你有想吐哦，小弟。当然。哦。哦天哪！哇，这是什么？鸭子？这是甩着进去吗？上面有点锁。我明明很确定啊。牙齿骰子，简单的骰子投入时完之后，竟然全变成牙齿粘在上面，上面的点数是否有任何意义？我们先把它记起来。我先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先不要按嘛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先找一张纸，把这个，因为我们等下会记很多东西，这很危险的，拜托。6 2 3 6 2 3 ，OK， 给我们进去，我们继续好不好？可以别理我，我们记个东西，我酸痛了。可以拿起来了，哦，可以拿完了。我们里面的牙齿还有在吗？光拿齿有没有可以用来装骰子？看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。OK， 6 2 3 6 2 3 OK， 6 2 3 OK， 我们怕出去又遇到他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张笔记，我们也看到一张纸条。哎呦，哥吼！哎呀，童男士。此良机成料以文景取写文嘛，前神卦象藏其中，图我插座的，我就知道，我记得这个真不舒服，知道不舒服就了了，这样行，我都不知道你们返校怎么在那边睡，我们要先又要走过去那边嘞，很麻烦嘞，我要去魏仲廷那边把他的舌头刮掉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快点。进去，我们不要理他，他那边徘徊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OK， 来，我们来割喉了。来，魏仲廷，喉里的血给我啊！你不都死掉的通常应该没有血才对啊。哦，还有我们亲自割，哦，很恶心呢。我们快速割完。血真的流进碗里。哦，好恶心哦。啊！不待机，我们继续。别理我。快走！哎，副城，你只可以往这里走，快点进去吧。OK， 我们先躲起来。OK， 可以再走出去一次。真麻烦的怪物哎、欸！好啦，你笑得很开心啊。拜拜！吼！要了命了，这比清鬼还恐怖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那一碗血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我们要去哪里用那碗血啊？哎，我在思考，但是在这里，哎，不是在这里，对不起，我们回去。哦，叉西郎哎，哦，方瑞欣小朋友，你变成鬼的声音可以不要那么难听吗？哦，茶西啊，怎么到处都有你啊？记得，喝干了我去看别人，不然我真会卡关。写在那桌子上的痕迹，印下来。有什么？哎，我没什么东西，你可以用你的衣服吗？哎，我们再看一下。有什么可以把桌子上的 ？OK，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的碗呢？你的碗就这样破了，然后完全没有痕迹的不见。哎，这都没办法勘察哎，可能就出去一下吧。我应该想办法把桌上的信息印下来。重点是你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印下来吗？那我们可以把它出去吗？重点是你没有东西啊，小姐，小姐啊。有啦，你有你的衣服啦，用纸哦。哦，还真的假的哦？真假呀哦？
前对吧？这哦，我知道这就是要去那个地方。那我有这八个要搞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那个。一二三，正乾坤。OK， 我们去找那个地方解好了。可是好像在三楼那边呢。哎，怎样行？快！走！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，所以在二楼后面。对不起 ，OK， 我们直接去二楼吧。哦，浪费我的时间。我现在只可以就是自我感觉良好，不会被吓到。而且二楼最安全，对不对？好像只有二楼没有怪物。哎呦，二楼有怪物，对不起，只是在保健室那个方向。不太想理这些人。哦，对不起，二楼还是有怪物。对不起，往这里走。你在喝屁呀？到底谁累啊，小姐？小姐，涂鸦子虽无非非比充电虽无名名必惊人。他看起来是个好男孩，到底为什么？真的哦，好，就问你做一些事情，然后就问你死掉，哎。哈哈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打不到！你不会开门哈？好，卡关了，太棒！光被他吓一个就可以吓死，真的。我帮贵被女主角吓就可以吓死了，小姐。我上楼吧。可是在一楼，我们去一楼。可以再往下，不能往下。我记得有地下室这种。我们这个拖影很好，太棒。快点！你们走快点呐、啊！我最好别进来，可以走。先进去休息一下，先进去。假的，对不起哈，我他还在滴耶，不想理他耶。走！哦，真的，这个玩这个游戏，嘿，加西朗嘞。看一下吧，拿这里。还有你此时候的我作品，这不高也太久没更新了吧？所以我们是要变成什么？我们先看一下。前院离正看，他没有给我们提示要干嘛？易经和卦象。那我们啊，刚刚那个数字哈，我现在才想到，猪哦，六二三，六是什么啊？六坎。砍，所以是先这个，哎，刚刚好，六二是什么啊？上两点下两横。OK， 第三个是什么？六二三，离是中两横，OK， 开了。OK， 真聪明啊。OK， 上楼吧。行了，要人命的游戏。看过来不能过去，上楼。哇，这游戏真要人命啊！今天有可能会玩比较久一点点，也不会太久，相信。他应该被困在那边吧？我这里，算先进去哦。不太想管那是什么东西。我
比哦，这神明就可不可以带着走？我们可以直接抱着神明走吗？拜托。啊，这里就给我们存档而已，真的假的？看起来好像真的是，好吧。哦，拜托，不要用毛巾了，别吓宝宝，拜托，宝宝很容易被吓着的。啊，辅导师，我找到你的天哪，来辅导师 ，What the fuck？ 怎么现在停住了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有怪物要来了！怪物立刻，哼，跑跑跑！怪物立刻，怪物，搬来！我知道你应该也不会那个开门，天啊，哎、欸，等下我们的那个嘞，我们的大门嘞，啊，他等下会被抓。哎呦，你是谁啊？我们要看清楚，我可以看清楚你是长什么样。哦，你好累哦，好累哦，你好慢哦。天啊！之前严格来说也算一个田径队的嘛，你可不要跑那么慢吗？好，那是一个要人命的游戏。哈哈，可以把路变不见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是一个佛教的辅导记录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佛神念力时期，母亲为家管消极、缺矿早已的人，各案常是正当休闲，如阅读正负面情绪，有渐渐正向调整，需持续追踪下面。是啊，辅导教师啊，对，就是张明威班级，就林雀涵老师，主任白教官校长沈静。哦哦，张明威就是跟他哦。哦小姐跳得有点快，好累。人们都说青春真美好，结果为何这么累？离开学校以后又该去哪里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去离开学校了，小姐？会和妈妈一样吗？何必想那么远呢？嘘嘘嘘，有没有听到男女正吵架的声音？他爸妈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。是啊，方月心再难过也要抱着希望。起码这个周末有事可以期待。看我们应该还是会回去学校。妈说这是她的嫁妆。啊，妈怎么这样？随便丢我的东西。垃圾里的旧照片，这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在生活中，当怀抱有莫大的希望，并以热情来拖行自己。看外面有，实在很过分。看外面果然又在吵架，这我们再看一下，探查一下我的床铺，其实还蛮认床的。可以看一下外面，浓雾感觉看不到外头。走吧，去看爸妈在吵什么，又在吵，有点困，先回去睡躺吧。哦，拜托，可以不要躺吗 ？No， 我们可以直接去找爸妈，找爸妈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好啦，睡觉。哎，你也让我们看你躺上去的样子。好啦，这集即将结束，我们可不可以驾着飞机后带着我的梦想飞到远方去？诺诺一觉醒来，发现身处一帮在没有人认识的地方，重新做回自己，那该是多么的美好。OK， 该是回学校了。成就解除异乡。哦，又回来这里哦。此点异地，恭喜你回来一帮。存档，我等这一刻等太久了。你现在先，小姐，你都不会觉得怪怪吗？是电台，所以这是操场中央啊？操场中央，好多纸飞机。恭喜我得到好多架！哎呦，下等于是不是都纸飞机耶？有必要这么的恶心吗？我们可以走另外一边吗？我们不要走，我觉得走左边比较安全。走，我们去走左边。哎呦，你们下等于都是这个是什么鱼啊？纸飞机鱼耶，可以下下来的纸飞机都会不见呢，好酷哦！觉得我们上次就是走左边回家，我们就走左边。然后要走哪一边，他都会让我去。
看血水，超长的单方，而且要被用变成暗红色的海，像没有尽头。超长的单方，结果好像没有尽头。OK， 我们快点，我这里现在算了，不用暂停，让大家看好了。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！我们已经拍30分钟了。可以30几分钟了，没有关系，这一定有一条路可以跟我们走，一定要往这里走。啊，成就天，学校大门哦，阿弥陀佛，拜托，我也是佛教的好吗？哦，就是来到这里，我记得我就是肃静回避。这到什么？这里应该有个神秘波比，神秘波比，等等。先不要存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纸条。这张有张纸条，黑白无常。因为我知道，就七爷八爷嘛，一大堆有没的说法很多。黑白无常身手古代棺材，某次执行过程中，为守信用彼此承诺不信赏命，若然你有心有意，那他们的，OK， 以后啊，这只是告诉我们要有。有情有义啊，就是对，没错。呵，神秘宝贝，感谢感谢。我记得等下就遇到黑白无常的门，哎，算了，刚说完。黑白无常门上有两个塑像，一般来说是门神才对，但这怎么看起来是这样？黑白无常，雕像的手是空握的，原本是拿着什么东西？像一直打拿给他们拿东西吗？黑白无常不是传说，就是要带人去死的地方，引人去死的地方。恭喜你即将前往死的地方了。哦，恭喜！哎呦，恶心哦！那边怎么有颗头？这什么？传了张纸条。啊，鬼差！终于有新怪物了。啊，我比较喜欢这只怪物，这只怪物比较好躲。对，比那个。他长大样子还要好多。OK， 我记得这里是不带洗的地方。哎呦，哎呦，一定要带。OK， 我记得这个。OK， 我们今天这一集差不多要结束，我们等下去存个档，就跟大家要结束这一集。想要每次烧金子都要在那边求平安，我觉得这是他鬼交易。OK， 我们来交易，你给我结束这个游，立刻结束这个游戏，我给你这个女生，现在再继续轮回一次，怎么样？前面的一些东西，我们再看一下。生物有看到我玻璃瓶子，浸泡一些布袋物，为什么要浸泡它？我这问题。又遇到鬼差了吗 ？OK， 对，我记得。会被反锁。这是中庭。楼下，楼上，楼下，楼上，我觉得先去楼上了。一样闭着，我们先捂着一只眼睛，用一只眼睛去偷偷看。哦，顶楼被关住了，没有树根完全被封死。怎么会有树根？你都不会觉得这不合常理呀、啊，小姐？这真的是你学校吗？我放一死，这样要去顶楼才有的东西。OK， 这边是不是重点？因为这里我真的有看过，所以我就不让大家有太多的观看。小姐，小姐，这两个是树听树，就播放时要播放下。我要中庭之墓，我要中庭。哎，我们中庭无名的墓碑就这么玩。我想底下应该没有什么东西，香炉有三柱子。取走，为中庭哥哥，拜拜！哇，为中庭之墓，为中庭之墓。对了，为中庭已经，人死了就剩一块墓碑留在世上吗？对，没错，拜拜。有可能没有人留恋你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要插到哪里呀、啊？不知道，这箱一定有用。OK， 我们应该差不多要遇到鬼差了。哦，这不是鬼差的灯笼，好吧？那我们
去遇到鬼差咯，遇到鬼差，遇到鬼差，遇到鬼差。对啊，我们不能跟他相比嘛，不能跟他。OK， 我们等他过来。OK， 不怕你吼，对不起吼。鬼差先生，你要来哄我了吗？我们一起憋气哦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。OK， 深呼吸。真的是哦，闻得真香哦，感觉鬼才变态呢，为什么要闻我们？明明他就已经，是。OK， 我们去地下室吧，这里看起来没有什么好探究的。地下，我们应该是不会再遇到王良了吧？希望，因为我其实不太爱喜王良，我觉得很恶心。哎嗨，哎呦，你踩到水中都不觉得不舒服，我希望你踩在水中的，还有水花哎，水花。哎，你是谁啊？背着一只木牌，戴着头套，看不出来是谁。OK， 太棒了的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一个鬼长的人像，头上沾满了血迹。哎，他们一定就是被他检举读书会的。你们去看阿神，你们应该都已经看过。擦吧，你擦、啊。还天炉，每次拜拜的都妈妈都在闪闪之响，说明说就这样念念有词。不知道有多少次求了多少愿，为什么有话人说却告诉神明呢？因为神明会保佑啊，对不对？我总是拿着香跟妈妈在拜拜，对她要求念念有词而不闻，只求神明让我们活得像自己。啊，活得像自己，这什么声音？这门没了哎，这里面没有人哎。稍稍的气味没有了。你有人呢？你是谁 ？OK 啦，我也不想管你是谁。我们先看看被锁住。OK， 太棒了。纸钱，我们得到了纸钱。我就知道要来演了吗？来，这个人不见，然后等下就会看到一个人在变。战斗抽蓄。嘿，张明辉，张明辉先生，空档我要走。你都不会没发现那边怪怪的。回来回来，看完了。快快快！可不小心按到了 ，sorry。那直接拿去烧，真相阶级。门开了，我的令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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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的令牌。我们先去包庇包庇。先去包庇几嘞，再来烧纸钱好了。可以要遇到鬼差吗？我其实不怕你，因为我觉得鬼差其实很好躲，他只是闻你，然后你就只要憋气，因为他闻你的时间你憋气应该是死不了啦，死不了。哦，38分钟要40几分钟，我们这次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存档。OK， 那我们这期差不多就要结束，我们去烧完纸钱就结束这集吧。我知道有点久，有点拖大家时间，但因为这个游戏真的会很久，所以我不能就是太耽误的，就很多地方要探索，所以我前一集真的是用太少地方。OK， 我知道我等一下一定会被抓到布袋戏里面吧。OK， 来收纸钱，来给你。Bobby， 哎呦，哦，吓死我！怎么灭了？屋子里变好冷，我会进东西？怎么可能？如果有一只在里头，那被烧掉了吧？因为这是神明的东西，所以应该是不会被烧掉。你看哦，他等下就要把我抓走，就算我憋气的时候，他还是会把我抓走。相信我，3 2 1 0 3 2，要把我抓走了没，先生？没有，憋着气走就没事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你看，我不，他就会把我抓走。你看，我死了，哦，玩了那么久，终于死一次。我记得守卫到山下的地方，然后遇到媒婆。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，因为我在玩之前就有去探索。我以前就说我很想玩，就 OK，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这边，因为我看有人死样都没来，不能看。OK， 我们
看起来就是要轮回，重新轮回了一次，就是要叫我们返校再轮回一次。应该会遇到媒婆吧，婆婆你啊，哎呦婆婆，人形已经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人形弯啊，安安变精怪，魍魉全款离得愈远愈好。OK 婆婆，我可以跟你说个话吗？没有要说话了吗 ？OK， 那就拜拜哦。拜拜，塞尤娜娜，恶念不断积累，直到某天他有自己的味儿。关于开始失控流传，于是开始失控流传，不是开始，于是那、啊，可是不会再抓一次了。靠，真假的还会再抓一次？我等你要叫我冲，哦，不会。快点，快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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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，我没时间看你。嗯，快点！惊死人哦，真正是哦，那不担心真的是机车呢。不要遇到鬼煞吧，再遇到鬼煞一次，我真的会发飙。没有啊，其实鬼在出现的时候我也会被吓到，只是我不怕他而已，就是在面对他的时候不会像面对他的那个那么恐怖。那我鬼猜他爸爸，我们现在存档存档。OK， 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做个结束，那就谢谢大家的收看，真的是一个，下次就把这个令牌放到他们手上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，生命 Bobb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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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